时间的长短，你们觉得差不多多久？我觉得20到30分钟，我也觉得超过半小时，我会觉得有点累。可是又不是你在动，累什么？女生也会累，我会倒下。我会有时候很累，然后也不好意思说好了吗？这样子。我是安，我们邀请办公室漂亮女生来讨论说平常想问女生但是却不敢问的问题。那我们欢迎办公室漂亮同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Hi， 我是静雯。我是 Vicky。我是小 B。女生觉得暧昧期最长可以多久？半年，紧绷了。久哎，三个月就差不多了。一个月。我那已经很快、欸，那是真的很快、欸，很快哎、欸，一个月，我好像可以很久哎、欸。对方一直不表态，我就可以一直不表态。哎、欸，但是我想问一下 Vicky 哎、欸，一个月，我的情况通常都是第一个礼拜聊天，第二礼拜出去，好感激，还有好感激。女生会对认识的男生有性幻想吗？不会，不会，好怪、喔，好怪，好怪。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跟一个人交往的话，就会想象我能不能跟他接吻？会，我会，我完全会，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想象亲不下去的话，啊，这个男人就是被我傲掉，傲掉了。如果长得很帅，然后牙齿乱到不行，黄啊，黑色，那就是亲不下去，不帅了。没有，他并很帅啊。女生月经来的时候，另一半做什么会马上惹怒女生？抓我胸部。这你怎么今天胸部比较大的、啊？可是我觉得很疼，我说你不要再摸我，你不要再抓我捏捏了。好，其他人呢？我一直想到他的眼神，我在他在脱我裤子，我想不起，因为我就月经来想怎样？想完必写见。另一半说什么话会是女生的地雷？觉得很难听的字眼都不行。例如，干你几百种。那个就把他当入场病。还好吧，我也会骂我男朋友这样、欸。因为我们是住那个套房，那边料理就有打蛋，我就说你赶快帮我把那个蛋壳拿出去垃圾桶，不然它在里面，就是那个套房。他说不要，他就是嫌那种场面。除了脏话之外，还有一个被骂过我就是超不爽的一个字，什么？是滚。滚、哦、不行、哦。你整天让我滚，是不是想让我滚到你怀里啊？Vicky， 我听说你有被骂台女过。对，而且我这里被骂台女，就是我只是希望她来载我，然后她就说你现在行为就是台女啊，我哪里台女啊？对啊，不要载啊，对啊，她是不是8+9啊？你们觉得交往多久后可以爱爱？我一定超快，我也超快。就是如果交往当天就可以做吗？可以。就如果你是可以性爱分离的，那我觉得我交了男朋友之后就要有性要有爱，我才会想要。单身的时候是性爱，之前是觉得没差。静雯说不行。不行哎、欸，为什么？第一天太快，就是你要先就是要有一个还在暧昧的感觉，但是就是又有点不真实的感觉。第一天我不行哎、欸，就算你已经交过男朋友过了、哦、也不行。反正就不要第一天啦。那第二天就在哪啊？第二天大概一周吧。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你从暧昧你再变到情侣，又是真的不太一样。熟悉一下情侣模式之后再下去，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 OK。认同。时间的长短。你们觉得差不多多久？我觉得20到30分钟。我也觉得。你会包含前戏吗？一次完整的 set 这样。超过半小时，我会觉得有点累。可是又不是你在动，累什么？女生会累。我会倒下。有时候很累，然后也不好意思说好了吗？这样子。高潮吗？